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掀开经本234面，234面倒数第三行，从小注的第十段看起。此段不说观而说得者，是曰修因正果说也，亦即曰性相相得说也。性相不相得，不明正果。亦显若能不着于相，相亦何碍于性，故相得也。性是理，相是表，越表理则言非一，表是理之表，离是表之理，或言之则性相非异也。我们看这一段的注解经文，不说观而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特别的用这个字。在前面曾经跟诸位报告过，金刚经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很深的意思，因此我们读诵研究不能不细心，不能不留意。那么这一个字说明修行人确确实实有所得了，不是没有得，真的会成佛，会成菩萨，会成阿罗汉，不是没有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没有超越六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修善因，一定会得善果。那造恶因呢，一定有恶报。此地也将前面所说能所皆空，可是因果不空啊，因为因果不空啊，它就有得了。如果是没有德了，修因没有果可证了，那这个因果也就空了。诸位要晓得，因果决定不空。所以这个底下讲呢，这个是就修因正果而说的。
可是在前面不但是如来果地，即使连小乘须陀洹呢，也不可得。那个不可得的意思，我们要明了，是正果的人，他自己心里若无其事，并不执着而已，不是他真的没证过，他真的有证了。啊，须陀洹就是须陀洹了，阿那含就是阿那含了。啊，他确实证得这个果位，但是他自己不着相。那么这是本经说的很详细的地方。那么说了修因正果，也就是就性相相得而说。性相要不想得，这个不想得也我们讲叫不相应的一个意思。性不是相，相不是性，性相不相应呢，这个不叫正。我们今天的境界就是性相不相应啊。为什么我们性相不相应？对于这其中的理没搞清楚，对于所有一些相状的真相啊，也没有搞清楚，所以我们在观念上、思想上、种种看法上，性相不是一，它是二啊。这样就不能证果了，怎么修啊也不能证果。实在讲，那个修里面关键的地方，就是要把我们这些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以往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听佛讲过，实在讲，这些问题的确只有世间极少数的聪明人他们发现这个问题，感觉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而绝大多数的人粗心大意，一天到晚忙着生活，没想到啊还有这么个问题存在。这个读了佛经之后啊，我才知道不但有这个问题存在啊，这还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用浅显的话来说，宇宙人生的真相啊，这是大问题。真相是性有相，有无的标准，在佛法里面所谓的佛法讲有，那就永恒不变啊，这是佛法说有的意思。佛法说空，说无，说幻，它的意思说它会变，它不是永恒的啊。尤其我们在这个经里面
说过多少次，所有一切的现象都是刹那生灭的，既然刹那生灭了，当然它不是永恒的，所以佛说它无，说它是幻，说它是假，意思在此地。意显这个意思显示着，若能不着于相，幻相，无论它怎么样变化，只要你不执着它，你不去分别它，不去执着它，相不爱心，本来就不爱心。你执着是以为它妨碍性，这是我们一个错觉，一种迷惑颠倒的想法，不是事实，事实上决定不相妨碍啊，不妨碍就相得了，就相应了。实际上说，即使我们执着，如果从事实真相上来讲，它还是相应的，还是相得的，不过就是那个相得我们没有见到啊。如果说我们妄想分别执着见不到事实真相，诸佛菩萨加持不加持我们呢？保佑不保佑我们呢？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多了，诸佛菩萨加持保佑啊，甚至于你根本就不相信佛法，毁谤佛法，竟干灭佛法之事，佛菩萨还是加持你，还是保佑你，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叫大慈大悲。那我们要问，那佛菩萨为什么要加持这些人呢？那个道理就是性相相得，就这么个道理啊。我们没有见到啊，没有想到啊，实实在在原来就是相得的，原来就是无碍的。这个理跟事，我们学佛修行修什么，就是要把佛跟我们所讲的，我们去把它证实，就如此而已。那么底下这个两句是在讲，是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心是理，是体，相是外表，是作用啊。那么如果从表里来说，表里不一样，理事不一样啊，我们凡夫就做了这个相，于是事实真相永远见不到了，不知道表是理之表啊，理是表之理，表里是一不是二啊，
这就是不义。那么从表里外表上来说呢，表里不义，非义非义。这个地方说一个原则，说一个纲领，诸位必须要知道。大说到法界，说到三千大千世界，小讲到微尘，这是从相上讲，无论大小，无论简繁，我们今天讲一粒微尘简单，一个世界繁杂了，都离不开这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不疑不义，涵盖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我们要懂得这个原理，懂得这个原理有什么用处呢？底下就说了，若体会得，自能不取相，亦不取非相。我们先说这两句，你真正明白了，通达了，你两边都不执着，两边都不取，相是外表我们讲法相啊，设法界一真庄严的法相你对于一切相不执着我们前面读过的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个四大类呀，把所有一切的现象全都包括了你不会执着，也不去非法相，非法相是空，你也不会住空，空有两边都不会执着，这个好处利益太大了。前面说过不但六道超越了，十法界也没有了那么你到哪里去了呢？你住在一真法界里这个层次就高了你跟诸佛菩萨这个菩萨我们常讲的化身大士你跟他们是同一个境界。又心不施，又能圆融。不施是四相，佛菩萨他做些什么这一点诸位要知道，佛菩萨完全是在做布施，六度通通是布施布施里面有三大类，有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持戒忍辱是无为布施，精进禅定般若是法布施所以你要问
诸佛菩萨在十法界里面他做些什么，一个布施就通通包括进来，布施供养一切众生，他做这个事情啊。那布施不着空，不着空，又能圆融，圆融是不着有啊。如果着了有了，就不圆融了。也就是所谓行布施而不着相，我们常讲的三轮体空。不执着有我，我能施啊；也不执着有人，人接受我的布施。他不着这个相，也不执着我所施之物。这个三方面都不执着啊。叫做三轮体空，所以他天天行布施，时时刻刻行布施，他的心清净，心里面真的若无其事，好像没做事，这就常说，做而无做，做呢是行布施。无作呢是圆融，心地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作而无作，无作而作，我们要学这个。学这个的好处太大，这个大的好处啊，我们的心量很小啊，不敢当啊。比如说这个大福报来了，请你去做总统，哎呀，这个事情不行，我做不到，我不敢当。实在讲，这还是小事情啊。给你发一笔大财，这个财产一下来了几千万几亿万，不，这个太多了，我接受不了。我们凡夫是这个小小一点点呢就很满足了，这个不是大人物，这个学佛的心量大，佛要办的事是净虚空变法界，哪里一点点就满足了呢？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行布要圆融，圆融要行布，这个行布就是有次第，无论什么事情。有程序，有次第，有先后，那么这些实在讲的都在一个圆字，佛与大菩萨在六道十界里面现身说法，总在于圆，圆成熟了它就现身，圆不成熟它等待，实在说此方的圆不成熟，他方圆成熟了，佛菩萨在虚空法界应化，可以讲
没有一分一秒钟啊是中断的，永远不中断，事事皆合中道，法法不为自性。这是你真正体会的了。中道就是刚才讲了，三轮体空，这个是中道，符合于中道。即使日常生活当中，穿衣吃饭，也不为自性。这句话不好懂，为什么说穿衣吃饭不为自性？你先要明了自性是什么。自性是真心，穿衣吃饭也是真心，待人接物也是真心，那我现在穿衣吃饭待人接物也用真心啊，那我是不是佛菩萨呢？我们现在讲的真心是自以为真心，其实不是真心，假的。我们的问题就是认假不认真，把这个妄心当作真心，这是我们无量劫来的修行呢，不能证果。我们错了，错认世尊在《楞严经》里面对于这一桩事情提出了严重的呵斥。佛还举了个例子，譬如真沙，怎么能煮成饭？沙不是饭的因呢，这把因果搞错了。煮一锅沙想把它煮成饭出来，哪有这个道理啊？就是我们是用了妄心，用妄心修行，希望将来能证到佛果，就像煮沙做饭一样，永远不能成就啊！那么这样一来，那真心在哪里呢？真心是什么样子呢？能够提出这个问题，这就开始觉悟。你知道现在用的心是妄心，你想求真心，真心，真心立念，真心里面呢没有妄念，有妄念就不是真心啊。不但佛在经上常常跟我们讲，世间人也明了啊。距离我们不算太远了，清朝末年，曾国藩先生，我想很多同修都知道，清朝末年有这么一个人，曾国藩先生念书笔记里面，他对于这个真诚呢，他有个解释。
什么叫尘呢？一念不生之为尘，这个心里头没有一个念头，这叫尘心呐。心里头还有是非人我，还有妄想执着，那哪里叫尘呢？尘意、尘心就是真心，就是真如本性。所以我们佛家讲真心理念，没有妄念。无量寿的经体上，清净心、平等心、觉心，那就是真心的样子。我们的心清不清净，平不平等，觉不觉悟，这三桩事情要互相来解释。我心很清净，可是还有分别，这个高那个低，那你就不清净了。清净心啊，一定平等；平等心啊，一定清净。我一切都还平等了，但是那个贪的念头还没断，那个贪是不清净的，那由此这么一看呢，你就能看出你的心到底是真的是假的，是觉还是迷。果然觉，果然清净，果然平等，像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舍卫大臣去托钵，着衣，穿衣，托钵，发发不为自信的，佛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释迦牟尼佛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事事皆获中道。什么叫中道？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跟无说是一不是二，那叫中道。事上有说，理上无说，相上有说，性上无说，这是前面说过，四相上有，但是佛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没起心动念过，就是合乎中道，就是不为自信的。我们学佛学什么？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之处，学释迦牟尼佛这一套本事，那叫真的学佛了。在我们中国，诸位知道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为我们实现的很清楚很明白，他的的确确是事事皆合中道，法法不为自信。我们在谈经里面看到他说法，看到他的生活，看到他的行持，他做到了，做得很像释迦牟尼佛。所以实在讲啊，谈经是他的语录啊，我们就把他当佛看待了，把他的语录尊称为经啊，称他做经啊。
就是因为他世世界和中道，法法不为自性。啊，其他的这个祖师大德他们的著书，我们都称之语录，没有称经，唯独六祖的语录，我们称它为经。啊，所以这就是，啊，能大师能够学到，我们为什么学不到？其实，能大师之后啊，也有不少人学到了。哪些人呢？在近代的虚云老和尚，他学到了。印光大师，他学到了。我们从印光大师文钞里面去看，从虚老和尚的脸谱里面去看，他们学到了。换句话说，大家容易了解，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就对了。用真心与诸佛菩萨完全相应的，真的是此地所说的又有行部又有圆融啊。华严经上的行部不爱圆融，圆融不爱行部啊。再看底下这一段，解说观是由因说明修因不可取相，不可修有漏之福。诸位要记住，着相就是有漏啊，着相修一切功德都变成有漏的福德。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可以误会的，以为我们积功累德修得还不错了，哪里晓得全是有漏福德。为什么是有漏福德？你是有漏心修的。漏是什么？漏是烦恼的代名词。这个意思是说，你本性里头原来有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啊，那个烦恼啊把它漏掉了，好像一个器皿一样，我们拿个杯子，杯子盛水呀，水可以饮用啊。那个杯子底下有个小洞，虽然装进水呢，它慢慢就漏掉，漏光了，把你的功德、发财呀，通通漏掉了。用它来比喻烦恼。只要你有烦恼，你修什么样的功德都变成有漏的福德。这就是说，学佛为什么首先教你断烦恼，断烦恼之后啊，你才成为法器。法器也是我们佛这个佛门里面的术语，你才成个器。换一句话说，你才有资格接受佛的大法，
才能够修学，才能够成就。如果你还有烦恼，你不是法器。这个话说得很重啊！这四弘誓愿里面一开端啊，那第一愿呢，那是法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是法愿的。发愿之后要起行呢，我们要真干呢。这个干从哪里干起呢？断烦恼。烦恼断了之后，才有资格学法门。为什么呢？学了会开悟啊。烦恼没有断，学法门不能开悟。不能开悟变成什么呢？清凉大师所说的增长邪见。法门里头如果渗透烦恼进去，就是邪知邪见，叫做增长邪见。这是古时候善知识教学生非常严格，一定先教你断烦恼，烦恼断了之后再让你学法门。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那是最高的标准，那不是普通标准，说在家我们做不到啊。善财童子在文殊菩萨会中断见思烦恼，断尘沙烦恼，还要破一品无明。那么换一句话说，原教初住菩萨了，他不是凡夫了。原初住叫发心住，金刚经上讲的他真正发菩提心了。那个断烦恼的标准在此地，这个时候有资格法门无量誓愿学了。学法门到哪里学呢？去参学五十三参啊。五十三参是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到最后遇到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是什么呢？那是佛道无上誓愿成，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成佛去的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这四弘誓愿次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过去讲华严的时候曾经说过，一部华严经是什么呢？就是四弘誓愿。这是我们修学真实的榜样。你怎么发心？怎样去断烦恼？怎么学法门？怎么成佛道？那华严经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我们今天说实实在在的话，烦恼都没断，所修一切的善全是有漏之福啊，这个要知道。那么在我们就没有法子把它变成功德了，这样我们看起来也很悲哀呀。
实在讲有办法啊，有什么办法呢？把我们所修一切的这个善业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这个有漏的善都变成无漏的功德了。这个方法妙啊，除这个方法之外我们没有第二个方法啊！你看佛的经典虽然多，千经万论里面找不到第二个方法了啊！如何能把有漏之福变成无漏的功德？哎，只有这么一个办法啊！这是世尊教给我们的。如何转变呢？念念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日常生活里面断恶修善，在工作当中待人接物之处，要知道断恶修善啊，不但一切恶的事要断，一切恶的念头啊都要断。啊，那么我们的烦恼没断嘛？啊，分别执着没断嘛？所以这个通通都是有漏的善福，但是我们一心一意求生净土，这个断恶我要做，修善我也做，做了之后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一心一意求生净土，拿我们这个种种的善业通通回向净土啊，庄严佛净土，这就是转的方法啊，把有漏之福转变成无漏功德的方法。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前面说观啊，观三十二相。这个地方讲德啊，德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讲德了，德呢从果上讲的，知正果不非相啊，佛正果了，确确实实现的那个身相呢跟我们不一样啊，佛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现的这个身相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现的好像书生庄严呐！啊，他为什么有这么多好像呢？前面说了，累世的善行，累世的福德，这个福报不是一生一世修的，生生世世的修集。这种人很了不起啊，生生世世的修集，一定要很大的耐心毅力啊，修福而不享福，那个佛就是越修越大，越修越是殊胜啊！
可是我们人只知道这一生呢，不晓得前生呢。真的生生世世修吗？新加坡有许多道场，有没有拜过水忏？假如拜过水忏，水忏里面讲的悟达过师，悟达过师十世高僧，他出家修行，死了以后啊，又得人生呢，又出家修行，十世高僧，他还出家了，到第十世还出家了，因为福报太大，所以出家人也有大福报，做皇帝的老师，做了过师，那做皇帝老师也不简单了。过去生中十世的修行啊，哪里是偶然的？世出世间法里头决定没有偶然的。你这一世觉得不满意，就怨天尤人了，那怎么能成功呢？你不晓得，就是以我们人世间现前社会来看，在家出家的，出家有很多大和尚，有大福报的。你要是明了佛法，你就知道，累劫所修，不是一世的，一世不可能呐。世间不要说是做帝王。做一个部长都要修好几世啊，都不是一世修得来的一世修的做个小乡镇长、科长、科员差不多。那这是我们在佛法里面看到的，做个县市长都不是一世修的了，才知道世间的富贵啊，都是很多世的累积年出家人的时候得我们今天讲的名利这个供养名望也都是多生多劫的修习如果他要享受呢，那这一生就享完了，就没有了。虽然有这个名望，有这个利养，不接受，那他来世就更大了。这个有名誉、有利养而不接受的，像虚云老和尚。他中国外国提起来没有人不尊敬他得到大家的尊敬自己若无其事，并没有觉得自己了不起，平易近人生活还是过得那么清苦没有讲求一定要吃这个吃饭要多少菜要怎么样子没有绝对没有讲究你看印光老法师这就是世事修行福报现前不受给别人去收取虚老和尚一生建道场我们在脸谱里面看到的建道场修复道场
哪个道场啊，年久失修了，啊，他去化缘，啊，把这个道场修好，请一个有修行的出家人去当住持，啊，他就离开了，啊，再没有牵挂了，不说哦，那个道场是我建的，没有，再不牵挂，啊，建好了，你看人家建到什么，为佛法。为众生，不为自己呀！印光老法师一生印经，啊，他那个皈依的信徒多，太多了，啊，所有一切的供养啊，都拿去印经书。修法布施，我们得到他的恩惠就很大很大。我们在初学学佛的时候，许多的参考资料，古德的著书都是印光老法师印的，苏州弘化社的。那么自己的生活。依旧是那么样的清苦，这就是佛报现前不想啊！我们要学啊！你能把这些事情看出来了，是智慧呀！你真肯像这些。善知识去学，那叫大福报，他真正有福啊！你是福慧双修啊，绝不是眼前的这个名闻利养的受用啊，那就坏了啊！因为享福给住处，没有不造业。那个造业太可怕了，慈悲三昧水忏里面，你想想，悟达过失，世世高僧，皇帝供养他一个沉香宝座，他还迷了，还动了心，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念头一动，冤家债主贴上身了，害个人面疮，几乎送了命。不容易啊！这是说明，就是世间人的福报，都不是一生一世修得来的。享福很容易，很容易就把它享尽了，好像储蓄一样，一点一滴就攒钱了，很不容易，好多年才攒一笔钱呢，要花两天就花光了。那么诸佛菩萨的高明处在哪里呢？他执事攒集永远不花，花在哪里呢？给一切众生去花去，自己永远不花，所以到果报上呢，就现出无比的一真庄严，你成了佛了，那个是性德完全显现。法藏比丘成佛，示现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毗卢遮那成佛，示现的华藏世界。人家最后得这个果报，得这个果报是不是他求的呢？没有，永远没有求享受。永远没有一个贪图享受的这个意念，自自然然现出这样殊胜庄严不可思议的果报。我们学佛是连这一点道理都不懂，这一点事实都不晓得，我们的佛就白学了。
修福这一段特别提示我们，不要忘了修福啊，修福重要啊。啊，怎么修福呢？不舍己，怎么可以利人呢？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了，说的也很有道理呀、啊。世间人说的，那不是我们出家人说的。啊，他说：“吃别人不愿意吃的食物，啊，当然不好吃，好吃谁不喜欢吃啊？”那别人不愿意吃就是不好吃的嘛，吃别人不愿意吃的食物，穿别人不愿意穿的衣服，做别人不愿意做的事，什么事啊？利益众生的事情人家不愿意做嘛，这就是自己刻苦节俭呢，利益一切众生啊，这叫做大人物啊！啊，真正是大人物啊，在我们佛法是，那他是真正修福啊。我们佛门当中也常说，佛是门中好修福啊，可别修错了。佛门里面修福是有的，但是修错了的也不少啊。你要有智慧，要仔细去观察，真佛还是假佛？真的佛哦，那个福报就大了啊！今天还有个同学给问我，他说建道场啊，那个福报大了啊，提供给很多人在那里学佛。我说那个福报当然大啊，但是你要晓得，真正修行呢，才有福啊。如果不是真正修行，那哪里来的福报呢？那么有福报啊！啊，什么叫真正修行？古代的这个寺院庵堂跟现在不一样，啊，古代这个寺院庵堂真的是修学的道场啊，修学场所。一般呢，二十讲经啊，二十修持啊，二十是多长的时间呢？经本里面讲的昼夜六十啊，昼夜是六时啊，一时是我们现在的四小时，二时八小时，每一天听经八个钟点，上午下午上课，行门里面大概不外乎两类，一个是参禅，一个是念佛。所以道场啊，它有讲堂，有禅堂，有念佛堂。啊，喜欢参禅的，清晨四个小时啊，晚上四个小时啊。啊，当中休息的时间什么时间？夜晚十点钟到两点钟。你去睡觉的四个小时，
半夜两点钟要起床啊，要用功了，那叫做道场。所以他成就快呀。换一句话说，你想打妄想没有时间呐、啊、哎，你想讲一句闲话也没有时间呐、啊、不让你有空闲的时间去打妄想，去杂心闲话，那叫做道场。现在我们道场没有了啊，所以你记住啊，这个建道场，观察观察那里头有没有道啊。今天居士林这个道场一天才讲两小时的经啊，这从前的八小时啊，这才讲两小时啊，那打了多少折扣了？不够标准的啊，实在讲够标准，最低限度啊，我打对折，这勉强过得去。对折是一天要四小时，所以希望同学的时候，如果真正有这个福报啊，那么有福报是没法子，这福报也是累劫所修啊，你要觉悟啊。我建立一个道场，我不管大小，一天讲经四小时啊，我们通通打对折，修持也是四小时啊，也就是早课两个小时念佛，晚课两个小时念佛，一天念四个钟点的佛，听讲四个钟点的经，一天这个道场有八个小时，这勉勉强强可以说，哎，这是个道场。哎，如果真这样做，给诸位说，你是今天世界的第一家了。一切诸佛护念，龙天善神保佑啊！因为现在这个世间已经没有了，你是第一家了，只有你一家了。那诸佛菩萨不保佑你，保佑谁呀？今天这个居士林有一桩事情是全世界第一家啊，供斋呀。什么人到这儿吃饭都不要钱啊，一天三餐，一年到头，世界第一家了，走遍全世界找不到啊。啊，有些道场也发这个心啊，但是什么七天，他在法会当中七天，他不是天天供啊，不是一年到头的，所以这世界第一家啊，如果他要能够再做到的时候，这个道场上每一天念佛四个小时，讲经四个小时，哦，那了不起，那新加坡是佛国啊，那修福要这个修法啊，那么每一天讲经四个小时不容易啊，你请一个法师，那身体受不了啊。可以聘请几位法师住在这个地方轮流讲啊，每天两个人讲就可以啊，三个人讲也行啊，这真正修福啊，懂得什么叫做道场，那在这个道场里面那就真修福了，你出钱出力啊，那腹部唐捐真修佛了啊。如果是有这么大的整个地方，这里头没有讲经也没有人修行的，这有庙无道啊。在古人也说不能兴教啊，这个对佛教毫无利益
啊，一点好处都没有啊！啊，希望大家在这个地方留意，啊，认真的朝这个目标去设想，朝这个目标啊去做，啊，大家就真正有福了。啊，现在整个世界都动乱，啊，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明白这个道理，知其所以然呢。那么换一句话说，在动乱当中，我们这个地区不乱，能不能做到？能。大家修复，这个地区就不会受到别的地方的干扰了。啊，大多数的人修复，能转工业。要真修啊，真正肯牺牲自己啊，就是牺牲自己的享受啊，来建立一个如法的道场那么真的说啊，正果不非相，修因也不非相，这个修因一定在思想上修，啊，一广修福德，但不可取诸耳，啊，如果取相诸相，那就是有漏的福报了，啊，这个。三界有漏福报，不取相，不着相，这是无漏的功德啊！无漏的功德能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这个地方呢，要跟诸位提示一下。不着相好懂，什么叫不取相？我们讲的简单一点，不取相就是不攀缘啊。譬如我刚才跟诸位提起的啊，大家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如法的道场啊，实实在在讲呢，建这么一个道场啊，并不困难。我们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啊，要不要到处去化缘求人呢？不要。你只要有这个心，有这个愿，哎，大家都有这个心，都有这个愿，自然就成就了。啊，这个就是我们讲随缘而不攀缘呐。啊，我要想建这么一个道场。我能做得到啊！我在新加坡向你们画个圆，我相信画搞一个道场不难的，啊！我为什么要不做呢？攀缘啊，这是违背佛陀的教诲啊！我们不能做出这个样子给后人看，很正面。某法师，你他不到处去画圆，我们不能做这个。做这个事不如不做，因为影响力非常非常不好。啊，如果有人呢找到我的话，我愿意做，那个也好做。我不是攀缘的嘛，啊，所以我在台湾的道场，在美国的道场，跟现在在澳洲的道场，我都没有动个念头说是要搞一个道场，他自然来了，要找我，那我只好去了。啊，在明天就要去了。啊，一切的
都是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你们找我，我讲话就方便了。你们大家也会听，你不听我就走路了。我绝不要你这个道场，我绝不留念你的道场啊！我教给你的，你相信肯听，我很欢喜，我住在这里。你不肯听，不欢喜，我马上就走路。我自在呀！没有一丝毫牵挂，没有一丝毫留念。你有牵挂有留念，西方极乐世界没份了，那就真正可惜了。这个地方样样能使，西方极乐世界才有份。所以要真正能使，真正为佛，真正为众生。这个是有智慧有福德。底下一段说：“修福不修慧，不能得无上菩提果。”此皆闻，切皆莫作不修福得菩提之念。这个是一小段一小段，我们先看这一段，了解佛为我们讲经说法的深意，千万不要以为修福不修慧，这些人很多，修福不修慧的人很多。不能得无上菩提果，他从来也不想得无上菩提果。刚才讲心量小啊，只想得眼前的福报啊，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啊，家里平安，他都求这个，他哪里求正果的？他没求啊。可是有一些，那在现在讲少数，不是多数。修慧不修福，以为这个样子可以证果，这个观念错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头，世尊呢切戒，莫作不修福的菩提之念，没这个道理。前面说过，成佛，佛教二足尊，佛慧圆满。有福没有慧不能成佛，有福没有慧也不能成佛，一定要两样都具足，两样都圆满，这才知道为什么菩萨从初发心一直到等觉都在修福。慧在哪里修呢？修福不着相就是修慧，可见的佛慧双修啊，佛慧等修啊，平等的慧跟福没有分开呀。着相呢，那就没有慧了，那就修福不修慧了。不着相啊，是佛慧双修啊，这个要知道啊。底下说修慧不修福啊，也不能得无上菩提果，这个意思都显示出来了。前记中名见性不应取相，此名见性亦非非相，何而观之？宜将理性四修，以及性相非一非异，行不圆融之因因果果，说得细密之至也。在《金刚经》的经文里面，
如果没有古德为我们详细的解说，像这些地方啊，在经文当中我们确确实实很难看出来啊，念经呢都马马虎虎就说就过去了啊，不知道字字句句里含着这么深的意思在。我们把前面的句子跟这个经文合起来看，显示经里面讲理啊，事啊，理是跟性是一样，理就是性，性就是理啊，事即是修，修即是事。但是这个里头还是有个差别，啊，所以它分开来讲，啊，理浅，性就深了，啊，思是指的是相，无论真妄。邪正善恶啊，都是死啊。修呢，那就断恶修善啊，修在修离不开死啊，啊，就在死上啊，断恶修善啊。以及性相非一非一，这个深，这个意思深。确确实实说到了宇宙人生的真相啊，的确是非一非一啊，非一是讲从现象上来说啊，如果我们讲体相用啊，相与作用啊，千变万化，无量无边，非一。非一呢，是讲他的性，讲他的理。啊，他的性，他的理一个，能现万法的，是真如本性，是一。能变一切万法的是实，不是别的，所以法相中讲唯实，唯独独实是真有，其他的都是假的啊。为什么实能变嘛，心能现啊，这个是讲啊非义也。行不是次第，无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谓是有规矩，有先后，有方法，有次第，虽然在这些次第当中，它里头还有圆融，这就非常不可思议了。次第里头有圆融，圆融里面有次第，为什么？次第里头不着相，就圆融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妄想，就圆融了。如果在次第当中啊，
有分别有执着就不圆融了。我们举一个很浅显的例子，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示现的这个身相，视线的这个生活啊，工作，他的工作是讲经说法，他这个身与他的报身与他的法身一样不一样？一样。他那个身就是报身，就是法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为什么呢？不执着嘛。法身不执着，前面讲了，报身也不执着，应化身也不执着，那统统不执着，那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了。我们今天不行啊，执着，分别执着。坚固的执着，我们自信也有三身啊，为什么不能证得呢？就是把这个业报之身呢坚固执着了，所以自己自信的三身不能圆融。这道理在此地，这是说明行部里头如何能够得到圆融。圆融里面又现出此地，那为了教化众生啊，这十法界一切众生应以什么身度，他就现什么身啊，那叫做圆融里面现行部啊，行部里面不爱圆融，这个叫得大自在啊。随着因因果果啊，说得非常的细密啊，非常详细，非常的精密。相与非相，福与非福，两边不着，为正观念也啊。在修观的时候要注意，观诸位要记住，就是我们的思想观念啊，我们对人对事对物啊，我们的想法看法，这叫观念。观念错了啊，完全看错了，完全想错了，这个我们要承认的啊。有一些人死不承认的，认为他自己看得很正确，想得很正确，比别人都高明啊！其实全想错了，全看错了啊！以什么标准来修正呢？以金刚般若啊！诸位要知道，金刚般若上的标准是如来果地上的标准，绝对的标准。决定不错啊，这是真实的标准呐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诸位应当能够想到，当年高僧向印度以外传法，那是四面八方啊，到处都横传呐啊，并不是特别喜欢中国，不是的呀。那为什么四面八方去传播，而在中国生根呢？在中国茁壮开花结果，反而胜过超过了印度。这个道理在什么地方？
中国人能接受。啊，中国人谦虚，啊，古时候的中国人啊，现在中国人不见得谦虚了。古时候的中国人谦虚，啊，都是受了儒家的教育、道家的教育，啊，都能够自卑而尊人。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啊，大家一听呢很有道理，很欢喜就接受了。啊，所以不是偏爱中国人。那么诸佛菩萨在这2000年当中，在中国应化示现的也特别之多。啊，其他的国家地区里头没见过。啊，像我们熟知的，啊，几乎佛门里大家都知道的，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阿弥陀佛的化身啊，永明延寿，阿弥陀佛的化身。智者大师，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富大师是在家居士，弥勒菩萨的化身，啊，布袋和尚也是弥勒菩萨的化身，啊，我们现在说弥勒菩萨，都说布袋和尚的像。那么最近的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的化身，佛菩萨在中国示这个示现印化太多太多了，许多身份没有露出来我们不知道啊，这几个是身份铺露了我们才晓得，铺露的少，没有铺路的多，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真正有福啊！我们中国列祖列宗啊，积的德行啊，啊，这个是积德、积功累德的感召，啊，就是说我们要晓得自己观念错。然后才能接受，啊，依照佛的经典来修正呐，啊。错在哪里呢？错在执着，错在分别。啊，佛教给我们于一切法，对佛法也不例外。啊，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是法佛法，我们要不要用它呢？要。我们生活在其中，我们用它，我们接触它，我们天天也在做，就是不能执着。啊，执着是凡夫，不执着是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啊，你说我们吃饭，啊，我们是凡夫，执着啊。啊，佛菩萨也吃饭呢，他不执着啊。他不执着，他跟法性相应，就是他不为自性，吃饭不为自性，吃饭呢，哎，事事符合中道。哎，我们吃饭呢要挑拣呐，哎，这个好吃，那个不好吃，这个味道好，那个味道不好啊，分别执着。呀，我们搞这些。啊，我们穿衣也执着，他穿衣也不执着。啊，所以佛菩萨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人家不分别不执着，我们是样样分别，样样执着。
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除此之外没有不同的地方啊。啊，那么《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也就是这一桩事情。啊，所以相与非相，佛与非佛，两边都要清楚，都要明了，都有用处，就是不能执着，两边不着，这才是佛菩萨的观念。啊，就是佛之见，啊，佛之之见。若但取一边，即非正观真念。啊，你执着一边，错了。啊，那执着两边，当然就更错了。啊，大概大多数的凡夫执着有，啊，少数的凡夫执着空啊，执着有的在三界里面欲界、色界，啊，在这个两界轮回呀，执着空的呢，就到了无色界了，啊，无色界空啊，所以执有执空啊。都出不了三界，啊，脱不了轮回也，这也叫做凡夫，啊，不执着空有两边不执着，这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下面说三十二相不应取，可知具足相亦不应取。三十二相是佛的应身，具足相是佛的报身。啊，我们明了，应身的相不能着，报身的相当然也不能着。具足相不应灭，可知三十二相亦不应灭。有一些人误会了，啊，一定要灭相才见心，错误，啊，相怎么能灭得掉呢？啊，相只有变化，决定没有消灭的。前面经文上说，具足相不能灭，不应灭。那三十二相当然也不应灭，这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所有一切现象，不要存一个我要把它灭掉这个念头，不需要。为什么？不妨碍嘛，对我们修行正果不妨碍，对我们生活也不妨碍，对我们弘法利生还是不妨碍。既然一切都不妨碍，你要灭它干什么？分而说之，但为便于显明非义非义之意耳。啊，把取相、灭相分开来讲，显示不依不异的道理，啊，就是非依非异的真相啊！啊，从相用上讲非依，从离体上讲非异，啊，这分开来看了，分开来说意思。特别的明显，啊，这是说明佛为什么要这个说法。当知具足相，是由佛慧双修来呀，啊。
修佛时不着相，便是修慧也。因此，乃能成具足相，得无上菩提。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大家都会修了。啊，怎么个修法呢？修福不着相，这个里面就要会了。前面在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时候啊，我们就详细的报告过啊。无住就是不执着，是智慧也。生心是修福啊。啊，无住跟生心是一桩事情啊。无住生心，生心无住，福慧双修啊。啊，理事圆融。事实上没有离开我们日常生活，真的穿衣吃饭，一天到晚点点滴滴，我们所作所为的，在这个里面断恶修善。什么是恶呢？自利的就是恶，利他的就是善。无论做什么，都想到别人的利益，照顾别人。在家里面，我照顾这一家人，这是修福啊。这个道理，前面讲的很详细。你一家好，一家上轨道，你是这个世界第一家庭，给别人做好样子是一个家的典型啊，一个家的模范呐，这就是普度众生，这个是善。只为一家人利益，连邻居都没有考虑到，这是恶。诸位要晓得，善跟恶不在事，事上没有啊，在心呢。一念自私的心，就是恶；一念利益众生的心，就是善。啊，譬如我们刚才举例的讲一个道场。你这一个道场做了像样，如法了，不仅仅是你这一个道场，刚才讲了，诸佛护念，龙天保佑啊，一切善神都保佑你啊。你要晓得，你这一个如法的道场，会叫整个世界所有道场的人把你当作榜样啊，都要照你这个样子学啊，你这个影响力就太大太大，这叫普度众生。所以学佛的人，我一个人要做一切人的好样子、好榜样，像佛一样，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给一切人做一个好榜样。佛菩萨示现居士身，他有一个家庭，他的家一定是每一个家庭的好榜样。佛菩萨示现一个商人做个商主，华严经五十三参有啊，今天讲的是企业家这个公司行号的大老板他做所有一切商界的榜样，所有一切商人的模范，那叫菩萨了。
诸佛菩萨示现在各行各业之中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给那一个行业做样子，做个好样子，做典型的啊，这叫普度众生啊，绝不是每一个学佛的人都要出家，不是这样的。甚至于菩萨示现在那个行业里面，从来也没有看到他拜过佛，也没有看到他学过佛，他的的确确是佛菩萨，他只化那一个行业嘛，他没有讲来教化佛教嘛。你在四相上看不出，但是你仔细观察他的精神做法跟佛在经上讲的完全相应。这是我们要细心的去观察去体会啊，然后才晓得自己怎么个修法啊。相貌这说得很明显呢啊，富贵双修修来的啊，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相貌好，都希望自己身体好，都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啊，能不能做到呢？能啊。怎样做到呢？佛慧双修啊，记住，慧就是不着相，慧就是清净心啊，福是利益一切众生，没有大智慧不能修大福报啊！啊，那个大福报啊，是要大智慧的人啊，这个大智慧他肯放下啊，没有大智慧啊，放不下了啊，放不下哦，他很有钱，很有地位，他前生多少事累积下来的果报啊，这么一回事情啊，他这一生糊涂了，这个福报现前，享福享糊涂了，是这么一回事情。所以修福不着相呢，就是修慧，就是佛慧双修，这样能够成就具足相。啊，你想得相好光明，决定得得到；啊，你想得无上菩提，也一定啊可以得到。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啊，这一段是这个这一课的总结。啊，经文虽然不多，这个意思也非常非常的深，非常的广。须菩提，如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说诸法断灭，莫作是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于法不说断灭相。我们看注解，这一节经文正是说明前面一课标示切戒，意思的所以然。上面一句作是念啊，这个上句啊，名作是念之所以然，
何以故下，就是后半句说莫作是念的所以然，把前面一段的经义到这个地方呢就更加明显了。我们只把这个意思说出来，佛教者须菩提尊者，这是凡是教者名字下面都是重要的开始，叫名字提醒他特别注意，如若作是念，若是假设，如果你有这么一个念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这正是尊者在开经前面所说的话，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发无上菩提心呐！发这个大心的人，说诸法断灭，当然，这是没有这回事情，这是假设的。前面讲的做是念，做什么念呢？就是做这个念头，说这个诸法断灭相。实在说，有这个错误观念的人不是没有，如果没有，佛何必说呢？真的有。实在讲，现代这些科学家了，他们发现的这个，就近似这个断灭相啊。一切法不生的，但是要晓得，一切法也不灭。它不生，那就好像断灭，后头又不灭，相续相啊，就在相续相里面看错了，看到那个相变了，以为它断灭了。譬如摆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看呢，这个人死了，那就以为断灭了。其实他不是死，他是一个转变，他变到另外一个境界去了，所以相会变不会灭，他变成另外一个相了，我们就觉得哦，这个相死了，那个相生了，这个相灭了，我们就会产生了这种错觉，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不是正观，所以告诫他莫作是念了，你不能这个说法。底下说，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发无上菩提觉悟的人，他正觉觉悟的人，哪里会看错？把这个事实真相看错了？怎么又会说错了？他没看错，当然他就不会说错啊！说错了是看错了，是真正误会了，所以这个意思到这里来是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了，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很长，也很深很广。